友们的大力支持，对俄罗斯油画在中国传播的支持，感谢哈尔滨中小企业协会这么多年来把奉越俄罗斯油画美术馆作为这个文化基地给我们实实在在的帮助，然后我们肖主席的今天亲自光临，韩雅丽陶主席今天也到会啊，感谢呢我们哈尔滨，我们搞了哈尔滨市民加强俄罗斯油画展览，引起了广泛的反响。今天呢，我们借着一位诗人的话，是吧，叫夏花灿烂，然后呢，搞了这次俄罗斯油画的精品展。这次展览的特点呢，是涵盖俄罗斯远东西伯利亚乌拉尔莫斯科圣彼得堡这么大的一个范围，收集了80幅俄罗斯油画的作品啊，80位俄罗斯油画的作品，120幅。啊，能够给大家呢，能够欣赏到啊，不同色彩、不同风格、具有装饰性的、又有写实的啊，还有综合材料等等。第二啊，我们满足了不同这个欣赏者的这个口味啊，所以说我们的意图呢，我们这种比较专业的这种展览，让大家呢能够感受到欣赏视觉的盛宴啊。我们去年啊，一共。亲爱的女士们、先生们，俄罗斯艺术家的院士和俄罗斯人民把握做错的一切，尤其是大型的双语画册，可以说呢，通过这个大型双语画册，现在已经是编辑了12卷，通过这12卷书的涵盖俄罗斯各地区的9代表艺术作品。И последнее слово, господа, нужно не забывать, что все мы здесь собрались благодаря дальновидной политике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 Китая. Теперь туда пошли. Знаешь, что там, ну, может быть, какой-то зал отдельный.
получается как городской музей, да,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ый? Вам чем нравится? Его отец.